行行下街，途人突然吓到缩埋一边，究竟发生乜嘢事？睇下左手边，原来系一个灭火筒高速喺马路上飞出嚟，唔怪之得吓到啲途人鸡飞狗走。由车 cam 另一个角度睇就更加清楚，一个灭火筒好似炮弹咁，由行人路高速咁飞向对面嘅私家车，天窗、挡风玻璃、车门都严重损毁。个灭火筒之后由天窗弹出，再不停旋转去到对出马路，可见威力有几强劲。如果打中人，后果真系不堪设想。事件喺前日发生，地点系尖沙咀山林道近弥敦道附近。据悉，当日系有一名白发男子喺附近嘅横行打开咗个灭火筒所致。嘣一声之后，咁我咪走出去睇下系咩情况啦。咁啊见到嗰啲灭火筒啊，卜碌卜碌咁样碌过去前边嘅弥敦道嗰边咯。听佢哋出边人讲话有咩工程啊，有一个人咩喺度敲啊敲，点不知嗰个灭火筒就直情趴咗落地下就爆开。咁啊，嗰個鋼絲嘴咁樣甩咗，咪直情成個炮彈飛出嚟咯。我冇見到個情況嘅，但我聽到一聲好大嘅巨響啦，咁我就以為撞車啦，發生交通意外啦。咁出到嚟見到一部黑色嘅車啦，就爛曬噶啦，頂部嗰個玻璃都飛咗前面嗰、那個去個擋風玻璃嗰度啦，好勁啦，爛得。嚟緊擔唔擔心自己人身安全？擔心啊，都驚佢飛埋嚟啲玻璃度噶嘛，條路又窄啦，咁好容易會整親人噶嘛。警方事後翻查附近閉路電視，發現白髮男子之後逃離現場，案件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，暫時未知犯案動機。